悟道禅师云：夫妻是缘，善缘恶缘，无缘不聚；儿女是债，讨债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佛经云：孝顺之道，宁于一日受三百毛，不于父母生一念恶。羊有跪乳之德，乌鸦有反哺之孝。涅槃经云：供养布施三种人，果报无尽，一者病人，二者父母，三者如来。